为什么会有白天和黑夜呢？因为地球总是在转动，地球绕着太阳转，这叫公转。地球自西向东转，这叫自转。地球自转的时候，总有一面朝向太阳，而另一面背向太阳。地球朝向太阳的时候，太阳挂在天上是白天，地球继续转动，动着一面背向太阳时，太阳就落山了，黑夜就降临了。由于地球在不停的自转，白天和黑夜也在不停的交替，就有了一天又一天的不一样的生活啦。